道一下你们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吗？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诉求。为了干嘛？那今天是来干嘛的、啊？我们来抗议赖清德串访美国的，我们是自己自发来的。走走走走，你们今天是要来抗议谁的？你知道你们今天要抗议谁吗？抗议台独的人。谁呀、啊？谁？是谁？是谁呀、啊？反正是搞台独的，我们也要抗议。赖清德，好，赖清德，抗议！我跟你讲，赖清德必须要还回自己的台湾去，跟中国友好都有好下场。你到外面去，哪一个总统参选？侯友谊。我们喜欢哪一个总统都会，只要我们中美两国友好。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台湾不是总统，要记住这个。台湾没有总统的，只有地方领导。啊，这地区性的一个长官，你要清楚一点。中国没有台湾，没有总统的 ，OK。我想一直在台海呢挑起这一种纷争的呢，绝对是这个我们对岸的这些中共的领导人哈、哦。所以呢，我想以我们这一种台湾人民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我们绝对不是会引起战争的那一方。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们可以节制除了不要在台湾在台海一直来侵害我们的空域之外也不要在这个国际上文攻武吓，还要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在我心中走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轻在心里滴血，等待你这中华的声音，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可以知道一下你们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吗？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诉求。为了干嘛？那今天是来干嘛的、啊？我们来抗议赖清德串访美国的，我们是自己自发来的。一分钱都没剩，我们自己有钱，我们拿钱给他。我们打算让他断场时间过来。中国城吗？中国城，中国城，中国城。后来，今天早上从几点开始集合呢？9点呢？9点就开始集合。9点。你们知道要抗议谁吗？我跟中国的。知不知道要抗议谁？中国。你知道抗议谁？我听不懂。我们只是反台独。我听不懂。反台独。你们要抗议谁？你们要抗议谁啊？反台独。反台独！反台独！你们今天是要来抗议谁的？你知道你们今天要抗议谁吗？抗议台独的人。谁？是谁？你们要抗议谁？反正是搞台独的，我们也要抗议。赖清德，好，赖清德，抗议！反对赖清德，推翻美国。走开一点，走开一点，进入我们的王国。你们原本是不是？走开一点，走开一点，原本走开一点，离开一点，离开一点 ，please，OK。
差不多了。反正回完回完的。我拿你们家脚。就上去嘛，你在我外面可以。李周，你刚有收吗？你们都是国民党。你们是吗？我不是。你不是，你是来抗议吗？是来抗议的，都是大家邀请一起来的。他们是谁通知你们说要来？哦，这个是我们在新闻，在台湾一个新闻说他来了，我们就过来组团一起过来反对他嘛。那他们都说，就是有人说什么这个有付钱，这个有付你们钱吗？ No， 我们没有付钱的，我们在纽约每一个抗议活动，我们没有付钱的，我们没有拿到钱，我们自动来的，千万不要给人家骗了。抗议赖清德啊？为什么要抗议他？为什么？因为这个破坏了中美友好关系，这个跟我们全世界人都有关系。赖清德是一个想台独的一个分子，这个对我们的全美国、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得到了这个不好的生活、不好的安宁。
只要中美团结，大家今天的在场都有好的生活，对不对？你台独这个必死，我跟你讲，赖清德必须要还回自己的台湾去，跟中国友好都有好下场。那像昨天啊，有一本说好像要去饭店那边抗议，那昨天没有到。但是他很晚了，我们本来是要抗议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啊？啊？为什么你们最后没有去？但是我们要合法申请的。先停下来，你们这个申请没有过吗？所以警方不让你去吗？出去外面，我们要在外面采访，要懂得美国法律，对不对？外面采访，我们可以采访啊。所以说，可以采访你，到外面去啊！你到外面去。哪一个总统参选？我们喜欢哪一个总统都会，只要我们中美两国友好。我跟你讲，台湾不是总统，要记住这个。台湾没有总统的，只有地方啊，这地区性的一个长官，你要清楚一点。中国没有台湾，没有总统的 ，OK？ 台湾没有台湾，有中国的，中国没有台湾的、啊，中国统一的一个没有台湾。对，中国没有台湾。我们是福建人，多少台湾同胞到我们福建去 ？OK？ 他为什么到我们福建去？可以了。如果说可以说你他是一个地区的啊领导人，我们要认同，好吗？蔡英文和赖清德每去进到台湾来，这个短信也是不好的，对全世界人都不好的，对不对？如果发生了战争，你们在这里好吗？做记者也不好，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团结。对，台湾永远是中国的，这个跑不掉的。为什么台湾这个历史上自家是自家的事情自己处理的，还要一个别人干嘛呢？你来我这边要搞就很气吗？如果你在我说中国人的话，我们自己来做事的自己吧，为什么还要跑到外地来求别人呢？你跑到美国来干嘛？要炒股吗？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你们为什么台湾的同胞不自信呢？台湾的经济一直走下坡，你们来在我们的很骄傲吗？为什么你们台湾人民竟然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你们认为很光荣吗？蔡英文好，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不可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不敢万岁，中国万岁！所以你们在中国很开心吗？我跟中国人讲的是团结，自家事情自家来谈，不是一个别人，自家的事情自家搞定。台湾如果说有用意的话，来到我们的台面上，我们自己谈，不要来到美国来，来破坏中美友好。台湾赖清德也好，蔡英文也好，把台湾的本土基地搞好，不要搞得那么分裂，到处拍马屁，不适合的。你们回去劝他们，好好的把台湾地区性的把经济搞好，而且这是真正的台湾的福气，也是我们民族的福气。你不要搞自分忽略，中国经济好吗？蔡英文，中国人团结起来都比台湾国人强。赖清德，因为中国人自己靠自己，百姓可想。如果说中华的永远只靠别人的话，那是没有骨气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记者，我告诉你，你一岁半死也是这样。跟前我们，我一定会收。你们如果以后有没有跟前我们，有没有？啊，你们为什么要待在美国？你说为什么？我一定会收。为什么你们要待在美国？美国是美丽的国家，所以呢，最好的华人都可以来到美国。我们没有说中美国不好啊，我们是中美友好啊，中美友好，我们都好啊。美国的民主，台湾有民主吗？台湾是全世界最牛掰的地方啊！所以你们喜欢美国的民主，不喜欢大陆的制度是这样吗？大陆的制度也好，它无关国籍。那为什么你们不回去呢？我们为什么不回去？我们提倡的是中美友好啊！中美友好，那你们说？你完全是靠着为了中美友好，不是我们回去。每个世界都有每个国家存在，每个人存在，包括你也在。我们要什么回去啊？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分担化呀，为了中美友好，为了世界和平，我们今天才出来抗议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国家的领土，来去别人的国，靠别人的来挑拨离间。明白吗？你也是站在这个国地，每一个国家，美国国家、台湾国家都在，都有，中国都有。台湾，台湾，我们是台湾国家，所有台湾国家。
道可以这样，你们在美在大陆不行，对不对？猜答说什么？你们在大陆可以上这种活动吗？这个活动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每个国家有每个家的国，所以你们在法律，我们遵守美国国家，因为不是说另外一个小小的分裂出去，搞得全世界鸡犬不留，包括你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台湾是中国的，这个跑不掉的，台湾台独必死。我跟你讲，中美友好永远我们在美国，希望中美友好和谐团结，才得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华人华侨心声，每一个国家都不想战争。你说美国有民主，那中国啊？你说美国有民主，那中国有民主吗？中国有美国，中国的法律，美国有法律，各个部门的法律，民主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你们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你们国家的领导。对不对？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你们不知道，一个皮肤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你们领导是你们的，不能说哎，我变成了黑白，我变成了黑，啊，黑变成了白，这是不可能的。那你们赖清德当选总统的话，你觉得会引爆战争吗？引爆战争，如果他是台独的话，绝对会战争的。那如果战争的话，你会去吗？战争对每个人都不好，我们是和谐团结，中美友好。每次只要小英总统啊或赖副来都会看到，你们应该都看腻了。哦，对啊，这次好像是他们花钱动员来的这些群众哈，那也都喊着一些很八股的这一种口号，那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那我们今天是当我们这个赖副总统的客人哈，来参加这个乔宴，所以呢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来做反制的动作。嗯，他们这样子抗议会有什么效果吗？你觉得？而且就是说他们会相信他们抗议的东西吗？你觉得？我其实有看过他们以前上次蔡英文总统来的时候的海报，其实写得很好啊，他们就写说我们要和平啊哈，那后来他们有点事项就把那个海报把它收起来，因为我相信呢大部分来参加的人他们都希望台湾跟中国都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大家以这个朋友或者是呢以这种的好邻居的这种的关系哦来相处，那我想应该没有人想要看到战争哦，没有人想要看到这个两岸哦，这一种会打起仗来，那我想这一般的人民呢都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在呛呛说是蔡总统呢、啊、跟赖副总统才会引发战争。我想一直在台海呢挑起这一种纷争的呢，绝对是这个我们对岸的这些中共的领导人哦，所以呢，我想以我们这一种台湾人民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我们绝对不是会引起战争的那一方。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们可以节制。除了不要在台湾在台海一直来侵害我们的空域之外也不要在这个国际上文攻武吓，还要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早上你有去赖富？你先，你有去早上那个赖富的早餐会？我们事先往中间，不好意思，事先往中间，好 ，OK， 谢谢。早上我在 hotel， 对，我早上跟他吃早餐嘛，听说赖富还讲了蛮就刚新美味。赖富本身他是我想非常的真情动容哦，那我想呢，他尤其是不想要辜负我们很多对他支持的这一种长辈或者是前辈的一些，他不想要辜负大家，他绝对会勇往直前不管是接受任何的挑战。那他今天就单纯跟你们吃饭，还是是说有请大家是怎么样在美国多帮他嘛？其实没有特别讲到这个部分哦，那当然就是说就是感谢大家，他也有提到，就是说这条路呢是很多前人所走下的，都走过的，那他是继续的这一种继续的走下去。当场有人感动落泪吗？因为刚好像看到有些人是感动到落泪。是，我想我没有去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一种的脸庞了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人在这一种在这个赖副总统他的这个真情流露之后也感动落泪这样子。现场大概多少人？大概有100人左右。他还有特别提到什么吗？其实他其实是一直在感谢大家的哦，因为真的说实在的来说，海外的台湾人哦，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台湾在威权时代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像在美国的国会游说，然后呢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可以支持台湾的这种民主，然后呢不要迫害这些异议人士哈。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个很早期的美丽岛事件到一直很近期在台湾解严前后哦，其实都有很多美国政府他们呢为了台湾的民主化而所做的很多的奋斗。那这很多的背后呢，都是台美人去跟国会议员、去跟美国的行政部门来做这个游说，然后让这个台湾的这一种民主的进程可以更快的完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过去20年来，其实也就是这一种一个民主化哦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哦。那我们过去有经济的奇迹，那我们的民主化的奇迹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今天大概有来自美国哪几州的人都有来参加？其实大部分的是由我们美东地区的侨胞哦。那我们美东地区的侨胞大概就是从这个华府这边，那其实也有从洛杉矶来的这种，是由洛杉矶来的这些国政顾问，然后其实非常的还不错。哦，那所以那个对，赖清德，对，八党高才的，高才的走开。